停住啊，先拍照啊，对啊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咀嚼咀嚼，嗯，咀嚼，好，在非洲咀嚼中停。看到菜渣，菜渣。喂，焦哥，不要玩粉丝啦！28号黄子佼焦哥和豆花妹蔡黄如一起出席除夕特别节目记者会，适逢焦哥的新专辑问世，豆花妹也超力挺。我已经买你一个专辑50张，好，记下来。都不要乱讲哦，都卖完都不要肉体起来哦。很贵吧？一般专辑就400多。太贵耶！好，谢谢你了，我们这个红白记者会挺高的。12月26号正式的跟大家见面。你现在身边有谁是支持你的专辑最多的吗？哦，很多哎。你买几张？50。50还好，不多。昨天志玲宣布要买100张，对，哇，以她的实力，100张算少，但是很感动，因为这年头，我其实很想劝她，就是说还是要三思啦，因为。你买100张送给谁？可是 CD 就是拿到是一种感觉，拿到不听是疯的。那你们干嘛出 CD？ 不是，我等了30年，你让我爽一次会死啊！不过通常除夕节目都会邀请超多唱将来表演，既然焦哥都出新专辑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节目上听到焦哥开金嗓呢？啊，这题也是真的很麻烦，因为我们的卡司太棒了，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插得进去。不然我就是在他们表演完之后，我最后一个唱，就是送客，就我一上台，大家啊，后来来休息会来动起来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。那就期待焦哥导师的晚安曲喽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